东神，近日云梦泽里出现了一个行踪神秘的陌生人。他呀，他可是我的老朋友，也是曾经的神巫东君。东君，那位曾经带领羽族阻击入侵、守护奇迹的光明战神，可他不是在那时就战死了吗？是啊。可他如今却死而复生了，还给自己取了个有趣的新名字，影。哼，真是让人兴奋啊。